哇，这颗好细啊。这颗玛瑙还挺不错，这外面这个红皮子非常漂亮。哇，这个地方还是老样子啊，这片水变宽了，以前就是一个小水坑，现在像一个大池塘。这也没有被挖过，这也下不去了，这里就算了吧，不捡了。唯一有变化的就是在前面挖了一块，但是地方不大，随便捡捡，走吧。这是个什么？哇塞，这是颗，好像是颗细泥石啊，超漂亮啊，这个很光滑，手感特别好。这上面有那个三条杠四条杠，这里，然后到这边，哎，很有意思，像毛笔刷过去一样。特别细腻，这个颜色挺好看的，金黄色。这个东西好。红玛瑙哦，有这么大？哎呀，哎，好硬啊！瞧，这颗好细啊，这个珠子特别好，玉髓的，很细很细的。真漂亮，还有那种类似撒金皮子那种皮子，很漂亮的。
有一颗珠子，红色的，特别好。这里一颗玛瑙珠子，然后这里一颗红色的小泡泡，特别漂亮，很红的。哇，这颗是南红的那个品质了，这是这种红，特别正，这个颜色。这里有几个小泡泡，白泡泡，两颗珠子了啊。然后好像，对对，这里有一颗玛瑙，也是那种红色的，浅一点。然后这一颗应该也是个玛瑙吧？看一看，这个好像不太行。这颗挖出来，三颗，相隔都很近的。这颗像玻璃一样透，特别透，哇！哇，这光很漂亮啊。宝石光一样的光啊，很透。红色的蚕丝玛瑙。红皮子一点一点的，像油漆一样，也挺漂亮。捡一颗特别可爱的粉粉嫩嫩的蚕丝玛瑙，哇，这个确实很粉嫩了。捡完这颗收工，关注猎奇者，带你体验发现之美。